我们今天上这个民族国家跟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运动，那它其实是一种诉诸情感的面向。那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是要理解它在历史的发展上面有很复杂的这个过程，尤其是涉及不同的国家。民族主义它其实不是政治学的范围而已，它是包含人类学，包含所有社会科学，人类学啦、社会学啦、政治学啦、历史学啦，甚至是心理学，他们要研究的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一个好的民族主义的研究者，他就必须要去深入了解各国的历史。那我上礼拜借给大家一些音乐，其实就是希望他透过那个音乐去感受民族主义他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点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情绪。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曲子？有吗？黄河那个，它是我是记两个嘛，一个是大合唱，然后一个是钢琴协奏曲。对，那其实黄河这个，你听了很感动。1940年代吧，就在战争期间，二次大战期间，那它其实是用来凝聚中国人的这种情绪。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它在这个时候会出现这种跟民族主义有关的歌，用来鼓动大家的情绪，这就可以反映说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悲剧。你可以理解吗？就是说为什么一个高唱民族主义，高唱我们这个国家是很伟大，我们的荣光，要用诉诸悲情的方式，要用诉诸战争的方式。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讲，就近代的中国历史，民族主义是长成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的。这些搞民族独立的人都喜欢讲诉诸悲情，然后呢讲解放，包含这个像威尔第，如果有人喜欢听歌剧的话，我有寄给你们那个很有名的意大利的第二国歌，就是纳布果，那首曲子非常优美啊，那个被列为世界名曲，也是这个意大利的第二国歌。当时意大利在建国运动当中，刚好意大利最有名的、最知名的歌剧作家威尔第，另外一个叫普契尼啦，你们大家很熟悉，就是这个《杜兰朵公主》。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其实民族主义跟文艺创作是脱不了任何的关系的。你要打造一批人。近代的民族，让他认同说我是国家，你不能够只在那边写这个理论的书啊，就像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的理论的书啊，你必须近代的民族主义有几个，你必须要在报章杂志上拼命的高声疾呼我们要起来反对谁啊，然后要对抗什么帝国主义的压迫啊，然后另外一批人，这个是文士嘛，另外一批人是这个作家或者是艺术家，他用艺术的方式去唤醒你内心当中的灵魂，所以他是非常澎湃的。你可以看到很多诗，像爱尔兰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刚好就是在这个爱尔兰搞独立运动的时候，这个出现很有名的，叫叶慈。那个叶慈，他大概应该是1920年代，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嘛。那叶慈其实那个时候爱尔兰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你要知道爱尔兰他搞这个民族独立运动，他是到了1949年。就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爱尔兰才独立的。可是你知道他在那个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民族独立的浪潮就已经起来了。我们会跟你介绍到安德森的那个想象的共同体，那我会借用他讲说历史上有四波民族主义，我等一下会一波一波来介绍，借用他的架构来具体的介绍这些国家的这个状况。讲这么多啊，这个民族主义听起来还是很遥远，对不对？我们在那边上这些课，我们这些讲这些语言啊，这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啊。就是说政治学、社会科学如果不是发自个人的生命的话，那它根本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民主或者是政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应该这么问，对你来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的生活？民主是这个样子，民族主义又何尝不是这个样子？那民族主义跟我们个人生命有什么关系？很简单，就是你是谁，我是谁，他是谁，那你是谁？其实台湾民族主义其实是一个非常难，政治学、社会学非常难去处理的现象。因为台湾在你们的父母或者是你们的祖父母吧那一辈当中，因为我们经历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然后不同的统治政权，日本统治政权，然后这个族群的问题，那会面对到底你要认同你是什么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会直接说我是台湾人，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我觉得我这个世代，我们从小接触到的东西，其实就是不管是媒体，不管是整个社会氛围，或者是家人，当然有影响。可是我觉得家人的那个影响是另一个层面的刺激，是因为其实爸爸妈妈那一辈，就是我妈之前
高中作文都还在写融为中国人，就是我觉得那个他们当然到现在可能不管政治立场是什么，就是他们自己长大的经历这样过来，我觉得某个层次上会是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土地上好了，然后这个土地现在的名字是台湾，是中华民国什么的，所以我会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但是在认同上面，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不同的是，我不会排斥自己是属于中华民族这件事情。我觉得身为华人或者是中华民族这件事情，我算是认同的。所以这样子子瑜就给我们带到一个，就是说在文化上面他不会排斥自己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上面，这当然是我们自己去区分的了，就是你会认为说你跟号称中国的那块土地，或者是叫中国大陆，因为你跟他生活方式是不一样，所以你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认为你是这块土地，所以你叫做这块土地的称号叫台湾，这样子。文化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会随着时间去与时俱进的，所以当我们在说一个文化的人，我们要区分清楚到底使用文化的人是谁，还有到底文化本身是什么。而且文化是会变化，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你所谓中华文化很保守，你要知道什么叫中华文化我们都还不能界定。而且坦白讲啊，这个我就直接讲，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保守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因为在大一统的情形之下它独尊儒术。可是你如果去了解古代的中国文化，而中国这个字也是梁启超发明的啦，好了，姑且称之为中华文化或中国文化好了。你如果去了解古代那块华夏的那块土地上面所滋长的这些文化，你会发现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先秦的时候啊，他们其实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百家争鸣嘛。我们现在的儒家其实只是一丛草而已。其实读什么儒家文化基本教材，我跟你讲，道家很精彩。那道家算不算中华文化呢？可是为什么不教呢？如果你仔细去了解中华文化的话，它是非常丰富的。就是看你在这个历史当中怎么被统治者跟这些的社会的主流被筛选。可是不是主流并不代表它不存在。而且另外一个东西是，每一个社会或每一个文化里面一定都会有进步的，一定会有保守的。我跟你们介绍一下犹太文化，有个东西，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它希伯来文啊，它有一个叫做哈弗鲁塔，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哈弗鲁塔它这个很难翻译成中文，但是英文就叫做 study in group， 它这个叫什么，就是群体学习。什么意思呢？这个民族很特别，是很多的文明，古文明都灭亡，埃及文字也灭亡了嘛。那当然中国文字没有灭亡，中国是唯一存在的，犹太人是唯一，他在被灭国之后，他在西元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整个族被灭掉了，犹太战争被毁掉了，但他仍然经过了1000多年，仍然用那个民族在某一块地方建国。这个 Hafruta 就是叫做团体学习或 studying group， 这个就是一种诠释文化的一种态度。怎么说呢？犹太文化有个经典，就是叫做这个妥拉，那个他们就是摩西五经啊。犹太人亡国的时候，就是灭亡的时候，才是正是他们文化要丰富的时候。所以我上次跟你讲一句话，就是说那个雅典，他被斯巴达人打败了之后，他的文化反而更加璀璨了。所以你要定位一个文明，并不是用他的国家兴衰存在与否来决定的。犹太人同样是这样，在他被灭亡的时候，他的文化出现了。第二世纪到第六世纪的时候，他们出现了一批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就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会看到那个犹太会堂。你看现在欧洲的新闻，常常去扫射犹太会堂 synagogue。那什么东西呢？就是犹太人，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们一定会很重视教育，就是你的父母要把你的小孩从小的时候就送到犹太会堂来，跟犹太会堂的老师，他们叫做拉比 rabbi。他们会读他们的经典，就是读他们的妥拉，读摩西五经。可是呢，这些拉比他在西元第二世纪到第六世纪的时候分成几十派的人，你知道吗？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对于同一份经典，犹太人的经典，你可以做不同的解释。犹太人口现在在全世界有多少人？我看0.1%都不到，0.1%都不到。可是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得诺贝尔各项奖项的人口占全世界多少吗？如果没有记错，一定超过1/5，将近1/3。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的学习方式，华人呢，在华人的学习方式，我们小时候比较这个传统的教育啊，就是说爸爸妈妈回来小学啊，回来就问你说你今天考几分嘛？那你如果考了个不及格或低于他期望你能力应该要有的分数，就爸爸妈妈就觉得这个小孩有问题。可是犹太人的爸爸妈妈，他们不会觉得这样小孩有问题，而是他的小孩回来会跟他说，爸爸妈妈问他说，那你今天跟拉比或跟老师提了多少问题？如果你不提问题的话，爸爸妈妈会认为你有问题。什么意思呢？犹太人他们整天到拉比那边去，到 synagogue， 然后呢，小孩子坐在那跟拉比上课啊，拉比要你说好，我们读这一段文明的经典，他们的经典，你比如说你在学校教育里面，我们现在读儒家嘛，这个孔子曰如何如何，你怎么看这段子曰呢？好，那这个小孩就有这样的解释，这个小孩就有那样的一个解释啊。那同一段文字啊，他可以解释出不同的这种观念解释，要发挥你的想象力，这叫诠释。我们现在后来啊，我们后来会发展出这个诠释 interpretation， 诠释一个经典，其实就是来自于犹太文明。我们现代国家都有宪法，然后都要经过大法官解释，对不对？那为什么同一段这个宪法要经过几百年做不同的解释，而且还透明可以推翻前面呢？因为与时俱进。什么意思呢？我讲回来，犹太人他们到了这个拉比那边去，一定要跟拉比辩论，一定要跟其他人辩论，你一定要提出你的独立思考，你的立场，然后呢，你怎么去解读这段文字，如何应用在我们现代？这个所谓的哈弗鲁塔这种学习方式，整个塔木德的传统，就是这个拉比哦，他们这些的犹太的众多派的派别的拉比，他们对于同一段犹太人的圣经，这是犹太人的圣经叫妥拉，他们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于是在全世界有不同派别的拉比做出注解，所以塔木德就是对于这个妥拉的注解。你们上次有人在跟我问一个同志的议题，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答案莫衷一是，你们怎么去解释莫衷一是？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在犹太文明里面的话，他会对同一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呢，可能有这一派的拉比，他认为，哎呀，这个同志他可能是不被我们的犹太教接受，这叫保守派的犹太拉比。那有一派人可能认为说，啊，这个与时俱进，我们对于这段文字呢，就应该要用超越时空的解释方式，所以呢，我们可以允许啊，因为我们的精神是讲人人平等啊，怎么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同一段文字，它可以做不同的解读，这也就可以解释说，我们为什么现代国家都要有宪法，而宪法不能随便乱跟动，因为不需要跟动，要让大法官去解释就好，你懂我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们从这里也去了解到一件事，顺便跟你们互相勉励，就是说。你们当我问你们有没有问题的时候啊，你们就多问问题吧，多问问题嘛，尽量把我问到，问到我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们不问问题的话，注意了，如果你爸爸妈妈是犹太人的话，他就会认为你有问题。我要讲到这是因为我要告诉你们说，文化这个东西它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你要知道，你认为的这个文化，那是你看到的人这么做，但是不代表那个文化本身。因为中国文化在近代哦，这个五四运动以来，它其实也经过很多的冲击。有一些人像胡适这些人叫做全盘西化派嘛，他就说啊，这中华文化都很烂啊，然后白话文运动啊，然后就把这些中华文化就想要把它全部给灭掉。可是有一些人他认为说，我们这个儒家文化其实也有很好的部分，所以也应该要保留。那有人会说，这个中华文化它的儒家传统根本就不适合这个民主政治。我跟你讲，这个辩论很复杂。可是却又有一派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以后，他因为反对毛泽东共产党，他逃到香港去，然后这批人是儒家的人啊，他们其实认为说中华文化可以去开出对于民主政治的这种支持，可以支持人权。我只是要告诉你说，文化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要抱持着比较开放的态度，到底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不是那个文化本身，还是只是使用文化的人。海外有一个国学巨擘，那个历史学的巨擘叫余英时，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多有气魄，谁敢讲这种话？你知道这个话是模仿谁的吗？托马斯曼，德国1980哪一年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因为他是反纳粹的，那在纳粹统治期间，他流亡，应该流亡法国吧？那他呢，在海外，就是在国外，就很有气魄，就是他讲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是代表我这个文化的，我这个文化
这个国家承载在我身上。余英时也讲这件事情。余英时院士，他是中研院的这个院士，同时也是美国的国家科学院还是什么院士。你要知道，学人文的人能够得到美国的人文学界的院士，还是一个外国人，这个除非学贯中西，不然没有这个。他余英时是反共的，所以他常年的反共产党，他就是认为说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什么意思？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到底是某一些人可以垄断吗？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好像是被某一些什么统治者，这个集体文化是被统治者，那到底那批人是谁？还有你刚刚也说到一个，那传统这个中国王权了，可是我要问你一个，可是近代中国历史不是没有闹过革命哎？孙中山先生不是搞这个辛亥革命吗？不是把这个帝制推翻掉了吗？那为什么还是这个东西呢？到底这当中出了什么问题？近代中国的历史跟世界历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导致于现在的很多的中国人，他们仍然认为说，你可以看到吗？你去网络上看，你可以收集一下这些言论。我跟你讲，我们在这边学的都很这个学术啊。可是这些现象都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碰到中国人，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些留言，回去看网络留言，看看中国的五毛简体字的留言，来台湾的不同的留言板留了什么样的言。当然有些是假的，而有一些是真心的，他在跟你辩论民主。他会提到，当他提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提及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台湾的关系的时候，当民族碰上政治体制，也就是民族碰上民主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的捍卫民主优先，而不是捍卫民主优先？你要去学会看他们在对话吵架过程当中那个针锋相对，繁体字跟简体字留言。我不是要叫你们去涉入他们吵架，我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学社会科学要做一个观察者，我们怎么样去观察他们背后有什么东西。为什么只要谈到说你中国民主不好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中国现在强起来？奇怪，你跟我讲的是不同的东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我们中国在习近平的任内什么脱贫啊，让几亿人民脱贫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当然有人就酸他说，你让六亿人脱贫，可是剩下的八万呢？就说剩下八万还没脱贫。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们会捍卫国家、捍卫统治者优先于捍卫个人的尊严、个人的价值跟民主，或者是这种要求政府负责的体制，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其实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就是刚才他讲，他们其实觉得他们中华整个民族是很伟大的。对对，所以你们都已经观察到这个现象了嘛？他不是从自己，他不是问我个人嘛？我刚刚不是问你说政治学从生命出发吗？他们的生命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是民族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没有那么重要。我之前有简单的看过一本在讲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的书，然后他就有提到说，基本上在集体主义，尤其是集体主义很深的文化和社会里面，他们会把每一个人的群体想象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每一个人就像是这个个体里面的一个细胞一样，个人他不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个人他只作为一个很小的部分。情感上面他们好像有一种方法是他们可以脱离于自己，然后把它投射在一个国家身上，像可能中国现在的军事还不错，然后经济的实力也还不错，他的国力还蛮强的，让他们觉得就是不只是统治者拥有这些实力跟拥有这些力量，他们自己也都拥有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在想象里面他们有这个投射。你这个问题是心理学，你可以去做研究的，那些上心理学问心理学老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心理学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欧洲的德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叫弗洛姆，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弗洛姆怎么写呢？我写给你，因为他有一本书《逃避自由》，我小时候不是大学的时候念那个书，然后那个版本很烂，他最近出了非常完整的翻译稿，我又重新看了。弗洛姆他有一本书叫做《逃避自由》，光是这个书名就让他大了。他在讲说德国的纳粹为什么会崛起。我们一般政治学啊，从这个什么社会学，从其他方式，他从心理机制去解释，很妙。那心理机制还从这个历史的文献当中去讲，说他从德国这个欧洲历史娓娓道来啊，德国人呢、啊，在这个马丁路德什么宗教改革，他就从宗教改革开始啊，把个人的心灵解放出来以后，然后整个欧洲近代社会开始出现了个人主义，那个人从自己的自身去思考。可是呢，为什么纳粹这个希特勒政权还会崛起？为什么？为什么德国人明明
已经在近代已经得到了自由，因为你知道希特勒崛起的时候，德国是威玛共和，他们是有民主制度的。那为什么一夕之间那个民主会崩坏呢？当然，它有很多因素，就是说什么外在，可是他探讨是人的心理状态。可是他的心理学跟你们现在学到那些什么这个实验心理学啊、微心理学啊，那又不一样。他是用那种很历史学的这种这个人类学这种方式去讨论这个心理学。好，那他就讲就是说有一种逃避自由的一种机制。那他们因为觉得人自由了，就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于是想要交给一个权威。我前几个月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这个情境非常像七八十年后，甚至一个世纪后的现代的中国。现在中国许多人的心灵，就是你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个现象。那当然，这有时候这不怪人民，但是坦白讲，这个是整个集体社会的一种集体意识反映的一个问题。好，我再讲另外一点。其实我跟你讲，近代中国历史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辛亥革命，虽然孙中山虽然推翻了满清，虽然讲求民权，可是不要忘记了。他推翻了满清之后，建立了共和之后，中国的近代就像是我贴给你们的那个音乐一样，他是活在被压迫当中的，所以他要诉诸民族主义，还得诉诸战争当中被压迫的悲剧情怀。在我们共同都感到悲伤的时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在我们集体的命运当中都没有办法得到安稳的时候，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价值呢？近代中国就在这样的一段的历史当中去掩埋了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民主与共和。所以有一个人讲近代中国的历史非常的传神，叫做救亡压倒启蒙。我再讲一次，救亡压倒启蒙。救亡图存什么意思？中国要灭了，我们集体中国集体的心灵不可以被西方摧毁。启蒙是什么？强调个人的精神要从传统的桎梏当中解放出来，要自己去思考啊！我等一下跟你介绍这个康德。本来辛亥革命他推的是一个个人主义，是一个个人权利。可是啊，国难当头啊，不要跟我讲什么个人权利啊！就连孙中山先生都写了这个话，你知道，在他的民族主义的一讲里面就解说：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啊，国家要得完全的自由啊！就是这句话，让近代中国陷入了一个。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虽然把个人高举起来，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个人算什么呢？所以为了国家，我可以牺牲我的生命，懂我的意思吗？你提到是一个近代中国历史最难最难的一个问题，那所有那些历史学者啊、社会学者吵翻天了。那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关键，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国家胜过个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不要跟我讲什么个人，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悲剧。你如果对于这个很好奇，就是去体验一下《黄河钢琴协奏曲》《黄河大合唱》，为什么如此的波澜壮阔？它的波澜壮阔是讲个人生命吗？当然不是，它的波澜壮阔讲的是我的民族、我国家的荣光。例如 SARS， 还有跟武汉肺炎的这两个的关系。SARS 他们台湾虽然一开始是提倡说没有，可是他们到后面最后和平医院封院嘛，对，台湾吸取了教训。所以这一次我们防疫台湾做得那么好，对，大陆他也是，大陆我记得 SARS 好像是从那边来的，对啊，对对，然后可是大陆 SARS 他们这一次依然选择封闭，对，反而是他们会选了他们的政权，对，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已经超脱民族主义的更复杂的问题了。对了，你可以说它背后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就是说共产党。你提到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党统治这么成功的一个原因。我告诉你，现在中国共产党它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它的招式其实不外乎几样。共产党如何维持他的人民对他的信任？第一个，经济绩效。所以经济绩效、经济成长率如果掉到六以下的话，他这个政权就岌岌可危了。所以习近平要不断的救，他不是要这些中国人民赶快复工吗？因为在全球产业链里面，必须赶快这些什么苹果的东西要赶快在中国生产，经济才会继续维持住。这是第一个。共产党第二招就是当面对民众对他的质疑的时候，号召民族主义。所以基本上共产党还是在用近代中国诉诸民族主义这一招，就是我没有招了，就说好啊，我共产党代表我们中国人民。你要挺我，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挺共产党并不代表挺中国，因为中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你也要跟你中国人朋友这样讲，就中国是属于你们的，不是共产党的，你知道吗？这个我们以后政治学来讲，就是说我们常常无法区分一件事情，国家跟统治者本身。我们如果有现代民主观念的话，国家它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它是永远在那里的，所以掌握国家机器政府的人，
它是会不断的轮替的，管它是谁都好，没有任何人可以垄断你对国家的发言权，因为国家是你的，是你们这一批人民的，所以是你们自己来决定谁要被置换，所以民主政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它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它在做不好就下台，四年六年换一下，那就是你们不能垄断吗？蔡英文能不能代表中华民国？现在可以代表，但是他任期结束之后，他就不能代表了。他坐那个位置不是因为他是蔡英文，是因为他是人民赋予他权力，是总统，不是因为他个人啊，是因为他有一个法定的这个权力政治的程序。所以懂我意思吗？好像大家都不想下课了、有一大批的那个中国的民主的，不管你叫他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是单纯的一个，就是单纯分享他的想法的一个中国人，他们认同民主，但是他还是一种集体先于个体的民主。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国家是人民的，对，那是人民先于国家，还是国家先于人民？一些中国支持民主的人，他们的想法里面，他们会觉得中国是一个本来就存在的主体，那中国的范围包含这些所有人，所以所有这些所有的人民，他们中国属于他们，但是。这些人民他们可不可以选择放弃中国？如果说就比方说像社会契约论，或者是就天赋人权民权的角度来讲，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所以当这个集体在不具有共同认同的时候，它分开了，那主体还是在人民身上，所以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可是在集体主义里面的民主思想，这件事情是未允许被发生的。因为集体主义他们先就建构出一个国家的意象，然后这个意象它套用在整个族群身上，然后这个意象是先于人民而存在的。你这个你想要在一节课把政治学精髓全部挖出来你能不能用两三句话把你的问题归纳一下让大家听得懂？民主放在现代国家里面，是国家先于人民存在，还是由人民建构了国家？用我们白话文的方式，它有两种东西，一种就是国家先于个人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吃得饱穿得暖啊，都是我的恩赐啊，这第一种，国家先于人。第二种，这个你现在能坐在这个位置统治我们啊，这个都是我们赋予你权力，不是你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你如果干不好，我随时可以把你弄下来，这是第二种。